你真以为跳几天广场舞就能跟那女孩认识了吗？起码有点希望吧。一点希望都没有。尤坦之、尹志平的下场记得吧。 咱酒店呢？开除他？金庸小说没看过？没看过。电视剧总看过吧？有这人吗？好像有啊。谁演的？黄渤。不是吧？王宝强。哎哎哎哎哎哎！那不重要好吗？那不重要。他总之，但上赶着不是买卖，谄媚是没有好下场的，等待谄媚的。 只有冷漠，就是。你看我从来就不谄媚，还不是应有尽有。不是吧？那段誉咋就成功了呢？你小子看过？不客气。你看过？金庸谁没看过呀？人跳那是凌波微步，你跳那微步，那是微步足道。